山西乡残尾排水，我沿海路二段附近的丰顺道路，因为路况不足，特殊车辆回车的时阵，定定让人心惊惊。所以山西乡长苏伟俊今仔日就邀集管府水资处人员前往现场会勘，希望会当将点仔甲路面全部铺满，让车辆有空间会当休息，增加行车的安全。山西乡长苏伟俊、乡民代表会主席王水坡等人等在现场会勘。乡长表示，这条道路其实也有空间会当铺点仔架，希望管府会当铺满，予车辆有更加侪空间会当使用。咱今仔伫咧参与排水吼，这条咱一挂水利沟已经有改善完成，那么有这个道路吼有加出来，路面需要去改善，那么今仔会同相关的单位吼，咱代表的主席吼，王水波先生嘛真关心咱乡亲咧使用道路的这个状况，那么希望讲相关单位紧来把这个道路甲改善好，让伊路会当搁较宽，让咱这乡亲咧使用道路上吼，会当搁较便利、搁较安全。乡民代表会主席王水波表示，家己接到真侪民众的叮咛，表示这个路段路况不足的道路，火车的时阵拢真烦恼会跋落去边仔的排水沟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。因为咱这个水沟吼，伊个主底是 V 字形的吼，即马是做 U 字形的，即马变做这个路吼，会较宽是吧？所以会走一排这个路，即马电条呐刷好吼，咱需要来改善这个路面，尤其路面即马加超一米出来。超一米左右出来，今仔日拜托咱管府来甲咱控好，伊让咱行车的人比较会较安全啦。管府水资处人员表示，需要铺设总长度将近900公尺，因此会将意见呈报到上级做裁决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，山西采访报道。